哎，有答案哦。虽然是曾经也是会，会唱那基本上答案会有。不一定哦。就可以。我一直想到另外一首，我觉得这种时候就很像我们去 KTV， 我们要点那首歌，但是就是想不到，好想点那首，我要点，我点不到，翻不到。加油，两位，你们还没出发，还在原地，还在原地，还在一零一啊？怎么？好，七点，好的，大甲妈绕境，请出题。有答案哦。虽然是曾经也是会，会唱那基本上答案会有。不一定哦。就可以。我一直想到另外一首。我觉得这种时候就很像我们去 KTV， 我们要点那首歌，但是就是想不到。好想点那首。我要点，我点不到。翻不大，只会唱。这时候就先点一碗牛肉面了。真的。这歌。很难从歌词里面是承认吗？理出来有点难。好，好，可以看歌词，我给你看。那么好啊！我当然不怨你，也从来不怨你，会试着不想你。虽然是曾经，也是唯一。若要忘记，那我就在 KTV 唱歌就可以。点到了。我打算不见你，也绝迹不是你，会从此不想你。只要是偶尔回首过去，在记忆里还有甜蜜，但这样就可以。唱完喽，还是不知道歌名。有了，进之前有了，饼环有了，是承认。恭喜答对！哇，好厉害啊！谢谢，恭喜啊，到达这个地点了啊！好，下面一棒轮到谁？骰子人，加油！双彩人，七，一二三，啊，朋友加六，啊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这边，秀姑兰溪泛舟，请出题。快好了，我喜欢花莲。问答题哦。去哪里？玛丽住在隔壁，玛丽的隔壁住着玛丽兄弟，玛丽兄弟拿了我爸的笔，我爸的笔。今天我们刚唱到的，对我爸的笔，我爸的笔，我爸的，我爸的，我爸的笔，爸的笔，跑去哪里？好，来，什么歌？问答题，再来了。好，请问谁住在玛丽兄弟隔壁？好难。歌词里面刚刚有提到。什麼，但如果这首歌熟的话，就我知道是娃娃的歌了。好，这个很明显的。什么妈的逼？我可以提示，是我的家人。哦，跟他。哎，这个不能再提示了。嗯，好明显哦。明显哦，偏明显，偏明显。但你要知道，我家人的名字才知道，这太细了。我只知道那个斯巴扬跟大南桥。哎，等一下，你刚发出那啊啊的声音，我再听一次。哇，老师口气很厉害。哦，这个刚才太难，这是唐老鸭。哇塞，真的不是阿咪老师吗？哦，好可爱哦。我不知道看你是个正经人，原来你私底下也会玩这种。正经人但是嘴巴会出很多奇怪的声音。对，那这个答案有吗？没有，巴黎没有，巴黎错了，不是巴黎。就是巴黎，玛丽的隔壁住着玛丽兄弟，所以是玛丽，露玛丽，就我妹，玛丽啊，玛丽，对，妹叫玛丽，的隔壁住着玛丽兄弟，玛丽的隔壁，可惜，要不然就快到达了，对啊，就快到达了，可惜了嘛。